迎收看《主播凹斗争》，我是陈慧云。这次主播出任务来到新竹新丰乡，许多优秀的射箭国手还有教练都是发迹于此。这次有我，还有赖思豪化身帅气的弓箭手，花下海口一定要射中靶心。反曲弓的体验究竟谁可以拿下十分呢？两人颇有较劲的意味。其实，在新竹新丰乡，除了体验射箭的乐趣之外，还有一间南法乡村风的浪漫粉色小屋。您看看装潢摆设，每一个角落都看出女主人的用心。来访。可以品尝精致甜点午茶，苹果花、柠檬塔都超级美，上面还有金箔点缀，来这里取景美拍再适合不过。耶！主播凹斗，我们今天来到新竹新丰要干什么呢？我们要来夺金牌。没有错，因为苦练是通往金牌的必经之路。我们今天来练射箭。射箭没有射过，有，我在外面只是自己好玩过。但是你知道现在当今最会射箭的人是谁吗？是谁？是我们中华队男团翻曲弓，目前呢是排名世界第一，在2022年的5月，掌声鼓励。那下一届的奥运选手在哪里呢？就这两位在这里。OK， 我们从今天就开始培养 ，Let's go。耶、yeah, ！我们已经着装完毕了。今天有请我们的龚教练。欢迎龚教练。我刚刚思豪问我说有没有射箭过，我说今天第一回，很新鲜。过去就是在那个夜市里面射射那种气球，这样子，我这样可以？这样有救吗，教练？我可以有资格站在这里吗？有。有人来这边练一练之后，去夜市扫摊。今天要体验的是这个反曲弓。对，反曲弓就是我们一开始呢，持弓的时候不要用握的，拉开，停住。接的位置要一样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射箭很简单，就一个动作。难的是你怎么做，每一次都做一个动作。所以教练要听话。对，我觉得你有潜力。对。对，今天结束我就说被主播耽误的神射。对。等一下你就知道，话不要讲那么满。左手推转，拉开接近，点点。Oh my god， 9分！然后后手，其实你后手只要轻松的用后大臂拉着，啪放开带开就可以了。Lady first， 我这边一号学员从哎，不是我先上，我好紧张。反了。你这我很危险，你这射出去是射后面的。这个有效果。我跟你讲，我每次出来就是效果足。对，下巴抬高。那我要放了哦。你还没拉开啊。好。对，好，没好就放。可以耶！有到白纸，有到白纸 ，OK 啦。人生第一件有到白纸，很好哎。对。因为你们上场以后，真的有跟刚才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刚刚会脑袋一个空白。真的会空白，真的会空白。好，食指在。对，好，右眼看瞄准器，对 ，OK， 中间了。这是什么会议室？十分，这是经过剪接的吧？是十分吗？对，十分。Oh my god！ 教练教导有方，哎、欸，这个游戏真的蛮厉害的。对啊。太夸张了，是不是？我是才是被主播耽误的射箭国手。所以初学者是10公尺为主，10公尺。那正式的那种亚奥比赛，亚奥反曲弓是设70公尺，70公尺，对，70公尺。哇，那确定性更大哎。然后复合弓是50公尺，对。OK， 所以我们这个10公尺真的是十分了。Oh my god！ 你中了，十分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最后封箭了。才10公尺的距离，我们就这么开心。别忘了，比赛可是要射70公尺，所以真的很佩服选手们的训练。体验完射箭后，下午茶时间，我们来到一间同样位在新竹新丰、网络评价超夯的法式庄园咖啡厅。打扰了，哇，超美的。怎么可以这么厉害？你我成少女心大喷发哎！就是你的家，就童话故事里面的那个小公主在住的地方。这里是新丰非常特色的一家咖啡厅，怎
走进来，完全就是一个变了一个国度的感觉。对，它的家具那些都非常有欧式法国的感觉。真的，而且这个是真的嘞，这不是贴的嘞。他们这样子经营八年左右，还可以都保持这么的新，每到下午就爆满。很难预约，有人说预约三次都预约不进来。真的，我们今天很幸运，而且这个满座就大概是二十几个人。二十几个人，甜点是非常有看头的。老板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人气甜点了，请上座。干杯！哇！讲真的，我应该要穿燕尾服来。真的，我应该去准备一下小礼服了。人气的甜点有什么？我这边是考克太太三明治。哇，那你看看我这边是苹果花，超美的。还有个柠檬塔，它上面还有一点金箔。对，而且你看这个柠檬塔旁边是一些可食用的玫瑰花瓣。这里呢有个特色呢，就是切下去之后很厉害，因为一切你可以看到它里头的蛋黄这样子流下来，跟熔岩、跟瀑布一样。起司跟火腿很明显，很多层次，口感又很丰富吧。好饱，好饱满啊！很饱满，整个人吃的都非常有活力。哦，起司的香味，火腿热，然后融出来的，包括了半熟蛋，味道超好。重点是它烤的焦香焦香。我们来尝试它这里的也是招牌甜点哦，就是必点的，就是苹果花，这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的美。我们现在配的是六小时要制作的这个饼皮，饼皮好是杏仁奶油。我们吃的就是优雅大考验。嗯，超赞的，有苹果的香气。嗯哼，它里面那些有些杏仁的口味，还有一个柠檬塔啦。对对对，我这柠檬塔切也要小心。我觉得因为它这些都很像艺术作品，做的非常的精致。没错，所以我们在这品尝的时候也都是非常的小心，对，小心翼翼。如何如何？浓郁的柠檬加上玫瑰的香气，它的柠檬是不是很浓郁？对，好惊艳的，而且我觉得酸度刚刚好，对，也不会太甜。新风一日游就这样够了。对啊，早上体验射箭，下午来这边吃下午茶，还蛮跳痛的。所以服装要穿对是蛮重要的，两套刚刚好。新风一日游，好，那我跟彤彤要继续来享用我们的下午茶。享用我们的下午茶，主播奥豆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